变法界、虚空界，都是从心相生，都是自心变现的，心现实变。啊，现象是心，心就是自心，自信心产生变化，啊，把它变成六道，变成十法界，这是阿赖耶。啊，阿赖耶能变，自信能现。换句话说，阿赖耶不能现，他能变，把自信变现现出来的这个境界扭曲了。啊，自信现的是一真法界，在经中叫实报庄严土，实是真实，真实不生不灭。阿赖耶进去了，把它变成生灭，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轮回。啊，那我们六道凡夫所用的心妄心就是阿赖耶。啊，阿赖耶是从真心变出来的，真妄不二，真妄是一体，好像一体的两面，有正面有负面，它是一体。我们用正面的就是一真法界，用负面的就是十法界，就是六道轮回。这一桩事情只有佛经讲的透彻，讲的微妙，我们现在能够体会，但是不踏实。啊，要踏实还得要用几年功夫。啊，如何能够让它踏实？不能用科学的方法，用科学法跟事实真相不相应，你永远不知道。啊，你能够知道就到此为止。啊，这是八识的能量，它是有限的，有局限的。啊，要用真心，真心的能量是无限的。